大家好，我是仙游居士。最近我来到了东北长白山下的小镇。东北的冬天，树枝挂满积雪，有水流过的地方则会结成冰柱。如果你想体验有滑雪板的滑雪，一定得去大一点的城市里。在小镇里，滑雪滑冰项目则更加简单朴实。这种呢叫做冰车子。小时候我们能顺着河一直滑，滑到下一个村子。后来在高中体育课，我们就学会了冰刀，这个就刺激多了。河里偶尔会有冰窟窿，你看下面是不是也挺好玩的？另外一个惊险刺激的项目就是这个了，拉一个车胎爬到半山腰，然后在扭转的山沟里急速滑下来。越多的人连在一起越刺激。冬天的东北虽然经常零下20多度，但这里小镇的天空更加纯净。最后给大家欣赏一下我最近几天拍摄的星空吧。